I should fall, it's the time for me to dance my fire with you. 快让我们一起来争光彩，快让我们一起来释放爱。日月交汇，称霸同归，战役在你我心中万个珍贵。勇者无疆，忍者坦荡，越过重生，破茧成蝶，是我的信仰。It's the time for me to believe. 乘风，让我看着风，带我离开这现实中。Fly with you. It's the time for me. 乘火，让我掀起风，你的愿望又被落空。Fly with you.状态很好，根本就不需要你的帮忙。我承受重量，我的动向很荒唐。放荡，所以别打我电话，打我电话。线上线下，线上线下，越做越大。It's the time, fly with you.哇，那个踩凳子太厉害了！看，刚刚爸爸。那个 ID 谁想的？这个翻了，一起啊啊，一起吗？完蛋了，好危险！这里我真的是要给蛙姐点个赞，连续那么多期了，她都是在挑战自己的不舒适区。哇，真的很少有人有这个勇气去一直做这件事情。我们俩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相似的一个点，就我们俩就是全能，就是我们俩唱歌也行 ，rap 也行，跳舞也行，就展示给你们看嘛，对不对？表演也行，然后还有默契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全能小队，要自信，要有自信 ，confidence， 对对对。好，那几位老师呢？我就是特别喜欢你们的性格，我觉得这个性格特别好。那我要问你一句。性格会给你的粉牌加分吗？100%啊，肯定的。性格会给你的粉牌加分？这个对，没问题。是吗？是。性格都加分，现在金老师是吗？你认为性格可以让你举起粉牌？我们俩的性格就是作为两个人的话，在一起表演，我觉得你们俩性格特别好啊，这种性格，这本人看着就很高兴，看着很欢乐那种啊。那我跟你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在一次专业的比赛当中，或者我们在音乐学院的考试当中，那我们的歌手能不能因为他的性格好，我们底下的教授就给他通过呢？金老师，那不能。所以，对，所以不一定。哎呦，对，因为刚刚他俩唱的音准有一点小问题。因为我们俩没戴耳返，就这么有自信吗？你俩？我们想多一点互动了啦，对对对，就是自己听一下自己声音了啦。但是我想听你们的尖叫，没听到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，如果音准不好，这将会影响你一辈子做歌手的前途。不能因为说要更多的互动，没有戴耳机，从而音准不准，不是理由。回家爬钢琴去，钢琴黑白键爬完，你回来再看戴不戴耳机都不会有音准问题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我说归说啊，牌子我还是举了啊。来吧，3、2、1。我就知道韩红老师就是，哎呦，先吓我们一跳。就是的。但是的确，您的音太不准了。但是该说不说，高低不说，我回去我们跟雨琦我们两个好好练音准啊，爬那个黑白键。我现在回到初心就是那样。你俩给我闭嘴！我现在给你举这个牌子，为什么给你们举？我告诉你们，性格没在我这里给你们加分，站好了。 这是考试，性格我并没有给他加分。我告诉你，我加分的在哪儿吧？这首歌，第一，我加分的是娃娃敢唱，你敢说；第二，我加分的是娃娃敢跳，敢做技巧、做动作，在你一个那么擅长跳的人面前，我看到了他的勇气；第三，你们两个对音乐的挚爱和你的态度感动了我。但是回去给我爬钢琴去。 考试就是考试，我没时间陪你们来玩，所以我希望宋雨琦能够让韩老师有一天说吧，他还是我很爱听的那个宋雨琦，好吗？后天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好 ，Thank you。OK， 谢谢。IQE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